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讲的用共的买通了哈，这个是应该是好像 Google 文件去年吧，去年推出的新功能哈。那么你只要打开你的 Google 文件就可以了，比如说我在这边，它目前是只限定在这个 Google 文件里面哈。你打开之后呢，在哪里？里面店家外挂程式有没有叫工具？抱歉，有没有语音输入？嗯，就在这里哈，所以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找到了？然后呢，你就可以自言自语了。好，允许对不对？我们来试看看，不是吃看看哦，这样还 OK 吗？打字还不错吧？记得要在哪里？夜深人静的地方。Google 还算聪明吗？他只差一个，不能打标点符号。还有你哈哈笑，他不会放进去。这样有比你用打字的快吗？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，我都有中间讲一句就停一下。请你不要一直讲，他会来不及。句号，这样了解哈？这样我可以停了吗？你如果按完了，记得讲完就按一下，这样会不会让你对你打字速度以后比较有信心一点？请记得在安静的空间，不然别人讲他也顺便帮你打。按了一下哈，我还给你。